在罗马尼亚人的传说中，吸血鬼是一种靠吸食人类鲜血来维持自身生机的一种怪物。他们拥有变身、隐形等超能力，速度、力量也远超人类，并且很难被杀死。根据罗马尼亚人传说，想要彻底地杀死吸血鬼们，需要用钉子插进他们的额头，刨出他们的心脏，在他们的舌头下放一半大蒜，再用取自圣日当天杀掉的猪的猪油涂抹全身，最后将他们面朝下封进棺材。经过漫长的时间，最终会因为没有鲜血供养而死亡。